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15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的话呢，把视线呢放回到 Kingdom 系列 Deluxe Class 的台湾的官方给它翻译叫做远古暴龙啊。这一款的英文原名我是真的是找不出怎么翻译，而且它也不是 BW 头出现过的角色，是新的原创人物，看起来应该是个量产兵吧啊。然后呢，当初呢看到这个合会的时候呢，我实在是惊为天人，真的是太帅了。那会想奇怪，这个家伙怎么能够从机器人变成这么样的一个骨头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啊？后来呢才惊觉到说，哦，原来 Kingdom 的话呢也延续了围城递出以来的，就是每一波的第一集里头呢都会有一个是拼装组合式的变形金刚，所以这个也就不奇怪了。那这种拼装组合的玩具的这个变形金刚，其实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啦，但是这一款却深得我心。为什么呢？因为它的造型呢非常的帅。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魔物猎人的一个人啊。然后我算人吗？好吧，是吧。然后这个造型就非常有那种Monster Hunter 里头那种粗犷的感觉。特别是如果你把它呢像说明书啊或者是合会上面呢、啊做成就是这种像骨头系的这种巨斧啊，或者是这种，对不对？甚至这些什么是骷髅的这种类似于护盾或拳套一样的，就非常有魔物猎人的感觉了。那没有关系，这一款的话呢，就特别的让我喜欢。那每次的创画呢，这种都会有玩家很多的不同的创意，哇！大家可以在网络上自行去搜索。我只把我玩出来的几个东西呢，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了。第一。里面也是有附人物卡的，嘿，这一次我抽到了这个黑寡妇了啊。然后呢也是很巧啊，就之前有同号跟我说呢，想要用他的黑寡妇换我的三张这个魔龙勇士，那我是跟他说呢，说不定以后我会抽到黑寡妇，哎，果然下一个开箱就抽到黑寡妇了啊。再来的话呢，开盒的时候有个小插曲啊，这一块部件呢是单独的放在盒子的后面，所以呢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我只拿出这么多，最后发现怎么好像少了一块零件啊，最后的话呢还是这个同号朋友跟我说啊，是藏在盒子的后面呢，我才把它给找出来。确实这一根尾巴哦，在人形下是真的是感觉有那么一点点的就只能强迫当成是武器，但是我个人觉得它不是很好看。那我们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啊，首先是它的一个面雕，这面雕简直是完美，这是头盔戴下来啊，还可以从里头去看到里面的眼睛啊，这牙齿的刻画可谓是非常的细腻啊，啊，往上抬起来就是一张这个也看不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面孔，反正是感觉很邪恶的。这个牙齿的话，这个犬齿啊，看到吗？非常的尖锐，你当一去推啊，手指头是会有疼痛的感觉的。那头的话呢是一个球形关节，这个可动的话就不需要特别太多的讲解，因为它本身是可以拔插的啊，就你能想得到它能动的呢，差不多也都能够动了啊。那这个腰的话也是可以动啊，前后踢都是没有问题。这个配件本身使用的话呢是非常漂亮的。那你可以看到呢，它更炫的呢是两手不同的一个两侧不同的造型。那我自己的话呢除了说它本身站立，我先讲一下好了，它这个手臂啊做得很长。这个的话呢又有这个手臂那么长会有这个 Talon, 就是那个对不对，我刚讲到魔物猎人，我们现在讲一下 Biohazard, 对不对？大家不要一天到晚看那个290公分的吸血鬼女夫人，对不对？我们还讲一下正常的暴君好吧。啊，别倒。这个暴君的话呢，那个手是很长的，那个长度就感觉很像。那么呢如果你愿意的话呢，由于他这个家伙呢，你可以把这个头盔往上抬啊，我个人的话啦，我是习惯让他是变成一个这个类似于是这个足，因为他这个足的话呢是可以往后面打开，他这个折的角度是比较不一样的啊，是可以折下来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是可以让它变成一个四足行走的样子啊。我个人很喜欢它的这个形态。那甚至你可以再把它给压低一点，它这个手臂的话往前伸啊什么的，对不对？就一整个有更加的 OK 生化兵器的感觉啊。我甚至觉得这个可能比它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迅猛龙或暴龙的形态，我觉得还要再更加的有趣啊。甚至你可以说呢，这是什么？寄居蟹，对不对？魔物猎人的一个寄居蟹啊，对不对？它是寄生在龙骨里头的一个寄居蟹，反正就是生化感是非常的强。那刚刚的话呢，还是在不组装它的一个，没有特别给它做变化的情况下去弄的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它的这个部件的话，我们可以再稍微做，我只做个简单的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test 啊，这个
对啊，这个手的话，我是记得是可以把它给组合起来，就变成是一个不对，它应该是还是必须这样啊。然后这个我记得是这样啊，对了，这样的，就把它的一个单手呢变成是巨斧的一个形象，然后另外这个的话呢就直接扣上去，就手就把它缩短一截，这样 OK。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其实它的一个玩法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就我们近视就来进行它的一个拆解好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个部件的话呢是对了，它有一个彩蛋啊，这个头就是单独拔下来，这个是对不对？这个应该大家很熟悉吧？这个是给这个金刚王拿了一个武器，你完全可以把它拿上来拿在身上用。好，那这个再次的话是把它给装回去好了啊。来，我们先把它的整个呢部件呢都给拆解，手脚都拆开，然后这个部件的话就留着，那这个手这一块一样的给拆下来，身体的话呢从这个地方给解开，这个地方给解开，然后的话是可以上下是分开的，那胸前这个盾也是可以分开，然后的话这个腿的话呢也是我记得是这里这个分开，这个分开。好，那整个变形成龙的时候呢，我们从这一块部件开始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个头呢给旋转180度，然后后面恐龙这个头这里解开之后，往前面这里稍微对准啊，要对准抠进去。好了，这个就完成了它的一个龙头，这个龙头就颇有侏罗纪公园的那个 logo 的感觉啊，非常像，很好看，牙齿也很精细啊，都做的真的很像化石的感觉，非常好，真的是很好。再来的话，我们把这一块部件的话给组合上啊，我们先组合这一块，这边这个啊扣上去。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方形的凸跟一个圆形的凸啊，这两个是最重要的部件，我们要把它给这个地方给扣进去，你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刚好有一个方形的凹跟一个，这是要放圆形的这个凹，但是你放的时候呢是必须推成这个样子，这样子把这个缺口的话是朝前，也就是把这个凸朝下啊，如果你不是这样放的话呢会无法顺利的组合。那两腿的话就暂时先打开一下，我们先扣其中一边啊，就是把它的这个方形，你就注意了啊，我从这边扣你应该看得懂啊，这个地方扣进去，这里把它给压进去，好，就这边，然后这个地方再跟着包过来就可以了，到这边，好的，包进去了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龙的一个大部分的形象已经出来了。再来的话呢，把它的这个原本的这个脚底跟手掌是结合的，原本的脚底跟手掌做一个结合，到这边扣上。好，然后呢再把这个部件呢调到中间。至于这个龙的这个脚掌的脚腿的话，左右对调其实是没有什么关系啊，但是我个人的习惯的话是这样子啊，你原则上的话我会这样子放，我会把这个有这个裸露的这个铆钉是朝后面，那你记得按照和会的说法是这个凸是朝前的啊，这样子，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后腿就完成了，那这个地方是可以转的，转过去这样就 OK。 然后尾部的话呢是分成这样一段，还有这一段，这个地方旋转过来放一起，那么呢最后就是把它的一个人形胸口的这个盾的话呢一样是放到，我记得是放在胸啊，这里有两个凸，对，这里有两个凹，把它给扣进去，也算是很合理的组合了啊。那变形非常的，这不是变形，这拼装啊。那有网友给我留言说很像乐高的什么生化战士系列啊，这个我因为乐高的话我个人没有接触，但是我大概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东西，应该是蛮接近的啊。好，就战力性也极好的一款骷髅的，应该它的暴龙吗还是迅猛龙啊，这个反正就是一个看起来就很行动很敏捷的一个龙类。那这个脚的话呢，如果你让它生动一点的话，就把它前后做一个分开，那由于它这个脚的一个关节这个可动非常的多，所以的话呢你要让它腿张开啊什么的都是没有问题的，牙齿的话呢可以张到很大，战力性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非常好非常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尺寸大小好了，这是一个 Voyage Class 的金刚王啊，尽管它是一个不及格的 V 级的一个玩具，这边，那我们看一下，
以往的一个标准的一个 Deluxe 等级。所以呢，这一款远古暴龙的话呢，它变成龙形之后的分量是真的是相当之不赖的。那它的一个组合啊，变化的话呢，就大家自己网络上去做一个搜寻了啊。那我的话呢，是很喜欢它的，在人形状态下呢，是把它变成一个四足的一个状态。当然，它的一个化石龙的形象呢，也是非常棒的啊。个人的话呢，是属于非常推荐这一款的一个玩具。那今天的话呢，就跟各位讲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